好，开工嘞！啊，但你皮肤足水的，输你袂认的无？啊，那个皮肤足水的哦。我会喂。他们较白。有啊，有啦，有较白。今天的活动呢，我们很开心呢，带领这一群阿嬷做运动。那希望呢，它改善他们的肩颈酸痛，还有呢，让他们呢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做一些简单的伸展，以及用呢我们简单的那个弹力带瑜伽球，让他们达到身体呢有一点伸展舒畅的感觉。好，那也祝福呢这些阿嬷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即将到来，那所以特别安排了今天一个请佳佳老师来带我们这群阿嬷做一些运动。那平常阿嬷他们都是从事务农的工作或者是清洁工的工作，那所以其实根本没有机会好好的照顾自己，那所以今天让他们体会一下这些筋骨舒展的动作。那还有就是请我们的社工为我们的阿嬷亲自敷上那个面膜照顾我们的阿嬷，希望他们母亲节快乐。